芒果 TV 2017快乐男声正在火热持续中，经过层层筛选，各个地面唱区的比赛已进入白热化阶段，各个城市的快男前十也陆续出炉。在这里有各型各款的快男宝宝，精彩纷呈。其中有一款特色型选手尤为抢眼，那就是原创型歌手。我们先来看一下长沙上区十强的快男宝宝王胜夫，他的歌声像他的白衬衫一样干净舒服，不信你听。2012年的夏天，你说你想和我见一面。于是在北京看见你的笑脸，我带你去吃炸酱面，我带你在王府井逛三圈。你发脾气的时候捏捏你的笑脸，如果你有一天和他吵架离婚了，我想告诉你，你和孩子我都要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超朴实超感人呢？如果老仔也有这样一个深情款款的前男友就好热。还有另一位帅气男生，他就是南京唱区十强选手金军。这个宝宝活学活用，现场即兴改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的歌词，让观众们惊喜连连。只快男儿子是只和你们输，我的意识父母今天你变得很冷漠，让我有些不知所措。其实我没期待太多。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，而此时此刻的你在哪里 ？No No。虽然或许我在声东击西，可此时你我在这里面相遇。我在南京天台路只快爱难，我希望你们都能够不吝惜你的。怎么样，这歌词中讲的不正是快男比赛舞台上的事吗？还不忘给自己拉票，这个男生真是油菜花呀。不过同样是原创歌曲，接下来有两位地面海选时的快乐男生，他们的音色那可真是很随我呢。先锋巨能，请戴好耳机。让我再次接受云南，这里不是只有大象孔雀和肚皮。让我再次接受云南，这里不是只有贫穷落后和荒蛮。这样子有颗粒感，就是这样子爆炸，有没有？而另一位奇葩选手带来的原创作品，那真是堪比李玉刚的高音呐、一串乡愁，一片情，一片热情暖人心，多少辛苦劳累，多少心里的疼爱，春去春来人有情，人有情。配上一个华丽丽的微笑，祝福这位朋友喜欢唱歌，那就随性歌唱吧。其实，在快男舞台上，会原创会乐器是一件吸睛利器。你看下面这些宝宝，虽然不是原创，但也立马能从选手中脱颖而出。当帅气小伙子拿上一把吉他弹唱，特别是唱出自己的故事，那简直超加分，有没有？某个老喜欢，期待我们各个唱区的十强宝宝快点带着自己的好作品集结长沙，一起释放荷尔蒙吧，巴达。